刚才讲到什么？哎，这几题啦，包含就是说，假如说你要判断哦，你资料里面有那个有中文、有英文，还有数字，那你怎么样把资料分开？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长度，而是要某一部分，像你要数字留下来，或者是你要留下那个中文，留下英文，那你怎么办？哦，所以这部分的话，范例挡在这里啊。另外，或者是说底下还有什么呢？那个。假设你今天要最快的方法，把那个刮胡里面资料放在 A 栏里面有刮胡的资料放在 B 栏里面的话，好啊，方法很多啦。这边当然有一个参考答案，会用到一个 mid、find 两个，if else 三个，好，会用到这三个。要不然的话呢，哈，当然你可能要先把它删掉，自己要把它做了。要不然就是用 VBA，VBA 就直接写程式，写出一个程式就按下去自动完成。好啊，这个我们后续会按部就班再跟各位做说明。啊，不过还没讲这个之前呢，如果回去有时间自己再玩玩看这些范例。那刚刚提到有关那个像抓那个性别的 第二个字嘛哈，那特别注意哦，像Excel 里面的公式哈，它如果一次做不完，你可能分两次、分三次、分四次，可能有很多时候可能公式很长一串哦，那都不是一次做完的，可能就是由里面慢慢做到外面。那怎么做啊？首先第一个，你先抓第二个字。那怎么样抓第二个字？插入函数里面呢，找到文字，好，特别是有哈，那但或者你全部里面找 mid M 开头也可以啦。那我的习惯是找类别，这样会比较好找啊，MID，因为我要的字是第二个字，所以你用 mid 函数才能够抓得到。如果你用 left，另外一个函数 left 是从左边算不行，它在中间嘛，右边 right 也不行，它在中间就 middle，其实 mid 就 middle 了哈，middle 函数，然后它会需要有三个资料，一你要抓的字在哪里 test，第二个呢 start number 从哪个字开始算起，第三个呢是 number choice 你要几个字，好，所以按确定说的话，它有三个问题，一二三，就我刚刚讲的。不过我后来发现哦，就是大部分同学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他这其实应该要翻成中文，但是他没有，所以你突贸然看到这个讯息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啊！不过你慢慢熟悉，我讲过了，你熟悉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慢慢你就直觉的自己就可以把那个中文的意思对照出来，啊，所以你要慢慢去揣摩那个意思，好，啊，那微软它从最早的版本到现在，它其实前面都不会翻译成中文。未来可不可能会翻成中文？应该也不可能啦，因为它是这样的嘛。你看哦，微软真的就是，其实变化真的不太大，但是就是每一个改版就是另外又要收个费用，对不对哦？所以其实微软，蛮好赚的哦。因为你看一个软体，你看可以，而且 Excel VBA 我讲过哦，它出来已经30几年了哦。只是说呢，因为以前哈，用的还没那么普遍，所以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。哦，那现在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了，所以慢慢的话，第一个啦，我觉得很大，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哈，Excel 因太普遍了，几乎每一台电脑都有装 Excel。好，OK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以前的 Excel 哈，真的很容易都当掉了，现在的 Excel 好像不太会当了。以前的话，我记得很久以前哦，那个 RAM 很小的时候，可能才多少，用过8 MB 的吧，用过16 MB 的，以前也是装啊 Excel 啊，可是一跑。啊，它就会宕掉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能放太多东西。那现在因为 RAM 记忆体够大了嘛，所以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。另外呢，旧的版本哦，2003以前的只能最多笔数是65536，6万多笔。现在的笔数呢，可以到10485576，就104万多笔。所以那个笔数啊，已经足够拿来当资料库使用。所以以前6万多笔拿来当资料库太小了。现在100多万笔拿来当资料库，哎，应该够了。所以其实很多人为什么慢慢不太使用 Access？好，应该各位知道 Office 里面还有个 Access，可是现在很多人都不太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用 Excel 就好了嘛，干嘛没事再多一个 Access 来自己找麻烦嘛？OK，所以现在哈，反而 Excel 越用越，就干脆一套软体到底就好了。所以呢，也是一样啊，VBA 就因为这样关系，慢慢受到重视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mid 啊，mid 第一个 test 给它这个字，第二个 star number，他问你说，那这个字里面你要第几个字？一二，所以你给他多少？二嘛，对不对？他就问问题，你就回答就对了哈。第三个问题 number choice，choice 是字源，你要
number 是几个，你要几个字啊？一个字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经过一、二、三，它给你结果。结果的话呢，它就帮你放在下面。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下面有结果的话，那恭喜你，表示你的那你这个公式使用没有错误哦。OK，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这样一套逻辑。如果你这一套逻辑都熟的话啦，就是即便你没用过那个函数哦，也是可以得到答案的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哦，因为呢，它的来源是 test 呢就是前后会有双引号。OK， 特别注意哦，前后有双引号跟前后没双引号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啊，特别注意，千万不要把两个东西混成一个哦，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就出错了。那其实 VBA 也是一样啊，程式写的一样，文字跟数字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啊，虽然你这边看到的是一，对不对哈？看到表面都一样，但是它是文字，啊，它就不是数字哦，所以跟上面这个数字两个是不 match 的哈，这可能要注意一下。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？得到一。那性别当然哦，一跟二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可是问题这个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要判断男跟女，所以呢，你接下来第二步怎么把这个公式剪下来？习惯上哦，哎，第一步做完了，再剪下公式是什么？再做第二个公式，就逻辑判断，所以再把它切到逻辑 if 里面，把刚刚的公式贴上，这个就第二阶段。所以有的时候是做完一个阶段，贴到第二阶段。如果还有第三阶段，再剪一下，再贴到第三，再剪一下，再贴到第四，所以很长一串公式都不是一次打完的。我没有人那么厉害，那么公式那么长一串，一次打还可以完全正确啊。所以通常是刚刚讲的这种步骤。那这个里面我要怎么判断？我要判断它的逻辑啊，如果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一的话是男生，反之的话是女生。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哦，这个叙述有没有错？看得出来吗？后面是等于什么？等于数字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今天哦，假如说你用这样哦，你如果输入男，因为这个是还蛮容易出错的，蛮多人哦。我一看奇怪，他说他没有错，他说没有错，看不出来。我说你确定吗？哦，你看一下，原来他是什么呢？他是那个文字跟数字哦，他没有那个概念，所以你看哦，他这个公式看出，哎，好，没错啊，按确定。可是你会发现结果呢？全部都女生，哎，为什么？答案就是刚刚讲的，就是这边有没有？它过来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是双引号一嘛？它是一，但是前后有双引号，这个是文字一，你跟它两个比对的话呢，是不相等的。OK， 特别重要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两个方法，要不就是改前面的。要不就改后面的 ，OK， 应该是你们应该懂我的意思吧？要不就是把什么这个一有没有变成转换成一就好了，文字一转成数字一，哦，这样是 match， 或者是你不改前面，那不然改两个方法其实都 OK。那比较简单的应该是改这个啦，有没有双引号？哎，双引号，可以懂这个意思啊？哈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我发现。问的问题一看，哦，你就是那个数字跟文字搞不清楚，出错了。OK，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答案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但是呢，哦，如果说假设再问各位一下，哎，如果我今天哦，有很多状况是我后面的来源资料一定就是数字，它就是不是文字，那我后面不能动，我只能动前面的话，那怎么办？你要怎么样哈？可以把什么呢？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字串的一转换成这个一，那这个过程的话就是什么呢？把文字转换成数字，这个叫转型啦。啊，其实很多程式语言里面都有这种概念，怎么样转型呢？啊，其实所以你就要知道呢，哈 ，Excel 里面呢，它有一个函数，也是文字类的函数，那个函数呢？基本上就是帮你转型，叫什么？文字转换为数字，啊，不过呢，在哪里哈，哦？所以你要记得回去有空的话哈，哦，请把下面的讯息稍微看一下，每一个函数下面都告诉你它的用途，有没有？比如说像这个 call， 其实后面会用到，我看应该有些同学没用过，
你要去抓字源，就是 ASCII code 内码，可以用 call。哦，你用过吗？用过举手。没用过啊。这个很重要哎 ，char 很重要，也是字源。所以我刚刚有提过那个中文啊，里面如果你的储存格里面有中文、有英文、有数字，那你只需要某部分，比如说你要数字留下来的话，那你就要学会这个 char 跟 call 这几个函数啊。如果不会的话，你可能就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。啊，还有哪一些啦？其实哈，你会发现一堆嘛，所以回去有空的话哈，把这一堆哈稍微看一下。以后哪一天刚好用到的话，哎，那你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哦，啊，另外有没有发现 mid 哈，底下有个 mid b，len 呢也有 len b， 哎，有没有 ？labs 也有 lab b， 这个 b 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 byte， 它不是算几个字，它是算几个 byte。OK， 好，哦，哎呀，这有什么用途呢？哦，其实呢哈，比较常用的就是全形跟中文都是两个 byte。中文字呢，在电脑里面它是两个 byte， 然后呢，在那个如果是数字跟英文都一个 byte， 哦啊，所以那这可以用什么用途呢？比如说你要知道说一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中文字啊，哦，你可以用这个来处理啦。不过用的可能比较少，而且2016以后的版本哦，我发现哦，它的编码方式哦又改了，变 Unicode 了。Unicode 的话一律都两个 byte， 所以其实。可能2016以后哈，这个后面有个 B， 这个可能慢慢会消失哦，因为它都一律算几个字嘛，不是算几个 byte 了哈。那所以呢哈，我刚刚提过如何把这个字串转成那个数字哈，啊，其实它的位置刚好在最下面，有没有？最下面有一个叫什么 value？OK， 将文字资料转换成数字资料，有没有？答案就出来了 ，OK。所以其实如果说刚刚哈那个问题，假如呢，我今天哈我不要什么呢？我今天我不要改后面的双引号，就是说我不要哦，我不要加双引号，而且要正确的话，很简单的方法，请你在等号前面这边外面包一个 value 就可以了，哦，就加一个 value，V A L U E value 有没有？前括弧。那后括弧位置就等号这边哦，所以把那个 mid 整个刮起来，啊，刮起来之后的话，意思是说哈，它里面本来是有双引号的一，经过了那个 value 之后的话，它本来是这样子，经过了 value 之后，它就帮你转成这样的一了，就是把这个跟这个给消除掉了。OK， 好，这样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了哈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 OK 试一下哈。那如果后面我不加双引号 啊不要没事你，又给他加双引号，那不是多此一举哈，哦？就前面改转了，你后面就不用转了。OK， 确定，那把它向下填满，答案会不会一样呢？嘿，答案一模一样。OK 哈，哦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啊。刚刚主要重点一 ，mid 函数；二的话逻辑啊，第三个就是 value 哈，哦，来试一下。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。那其实这边哈，哦，主要就是让各位用理解的方式哈，去习惯那个内建函数的使用方法，尽量不要用死背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真的彻底了解250几个函数啊，就是有时间就看一下。然后有就是如果不熟的那些函数，你就找案例啦。好像我刚刚提过啊，那个什么call 啦或 char 函数啊，不会用的话，其实。那个我们上课参考用书里面哈，其实它都有相对应的范例，那你也可以怎么样把那个范例哈拿出来练习看看，或者是我们练习档里面有那个从某一个这个字串里面抓取你需要的，比如说数字、中文、英文，那要怎么做哈？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也许后面有时间我们再来讲。那请各位先试一下那个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，用 mid。还有那个 if 判断，再加一个 value。那这一题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说，那个数字哈跟文字啊是不一样的东西，不能类比哦。那只是说你表面上看到以为是一样哦，因为它显示出来都是一，你是看不出来，所以你特别注意就是要能够理解，不然的话，很多工作里面很常犯到的错误啊，就大概都这种。
像比如说从同学之前常问我，就是那个 VLOOK 函数哦，抓到的资料回来，奇怪为什么明明看到的跟最后面比对的东西，哎，奇怪明明看到都一样，那为什么一比就是错哦？数字跟文字的问题哦，所以类似的概念试一下哦。那另外还有 left 跟 right， 这个比较简单了，也许如果你比较不熟的话，可以先练习一下哦。